今天打算拍什么呀？ Michael 很穷困没有钱，所以雷斯特就叫他们去做一个任务。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是比较困难一点，打抢洛森都里面的金库。那么只要讲到是国家里面的金库的话，肯定的，里面的那些保安人员一定很强。而且 Trevor 在他的电话里面看到鱿鱼游戏里面的游戏已经被洛森都证实了，意思也就是说，只要你要求任何一个人玩一二三木头人，他一定要陪你玩，不然的话呢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那么 Trevor 和 Michael 到底要怎么利用这样子的机会去抢金库里面的金呢？是不是很精彩嘞？哇哦，好精彩啊。哎呀，我没有钱啊。Michael 进来用钱用得太过分了，所以身上任何一分钱都没有了。哎呦，好可怜啊。哦，他看到了这个 Trevor 在这一边哦。Hello, Trevor, 你可以帮忙我一下吗？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呢。哎呀，你也很好笑的，你问我这什么？我身上也是没有这么多钱啊。哇，你也没有钱啊，我也是没有钱呢，我们都很惨呢。你懂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有超过 78% 的观众是还没有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的。啊，不会吧。所以还没订阅的观众们赶紧按下订阅还有小铃铛，不要错过下一部更加有趣的影片啦。怎样办啊 Trevor, 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赚更加多的钱呢？不懂诶，不如我们去夜总会里面坐一下再谈吧。好好好， Trevor 说了没有错，我们这个时候呢应该要去一些能够放松心情的地方，就比如说夜总会吧。对咯 Trevor, 我想问你一下哦，你说去夜总会能够放松心情啊，有这样子的事情没？你确定是真的吗？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你等下去哦，你就知道咯。哎呀，这 Trevor 是乱讲话的，那你可能来这种地方会放松心情，要去也是去海边吗？这种还是放松心情吗？而且有时无端端又会有这种女孩子来这边嘎嘎叫叫来问我东西。 Hello, 两位帅哥，要我跳舞给你们看吗？你走开啦，你死阿关男人婆，我看到你我都要呕吐了。哎呦，还要你跳舞给我看，走，不要弄坏我们眼睛。哎呀，这种地方真是的。喂， Trevor 的电话响哦。喂 Trevor, 你电话响啊，不要接啊。 Hello,喂 Trevor, 你在哪里？赶紧快过来我家，还有叫 Michael 一起，快点。哦 Trevor 说是雷斯特打电话来的，这样我看我们应该有东西要做了，有钱赚了啦， Let's go。 希望这一次雷斯特给我们的任务是比较不一样的任务，而且可以赚比较多钱的。 OK, Yes。 喂 Trevor, 你怎么做？你坐后面。哎，我不是你的司机，你给我坐前面现在，快点。这个 Trevor 啊真的是很欠扁哦，当我是司机？哼，我才不是司机，因为我可以载你啊，这样好了，给我坐旁边啊，真是的。好啦，雷斯特的家终于都已经到达了啦，我们把我们车子停到右手边先，这个时候他应该有在家吧。雷斯特你在吗？我是 Michael。 哦，他真的在哦。哎，雷斯特有什么好康吗？我这边有一个任务要你们去做，这个任务呢是很特别的，那就是抢洛森都的金库。哦，雷斯特这个任务很不错耶，抢金库啊，哇，我跟 Trevor 两个人就可以搞定了咯。你休想那么容易，他们警方已经来了很多很多的武装分子，还有很多很多那些警察已经包围那个地点，全部都有拿着武器的，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啊。听起来这样子有点困难哦，但是不要紧， Trevor 跟我们一起过去那个金库那边，我们要看一下那些警方到底还拿的是什么装备武器之类的东西，看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对抗他们吗？以我和 Trevor 多年打劫银行的经验，我相信再多的警察都没有办法能够阻止我们，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。金榜叮咚 ，He's Stone Cold IE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到达了金库的地点，底下就是运金库地。哇，你们看，里面真的是很多警察包围的地点呢。哇，有吗？需要这么够力吗？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只是金库吗？需要这么多警察妹？哇，老伟真的是很多哎。哇，我看我们这个好像有点困难呢，打不赢哦，不可以哦。我看我们要把车子停在一个地方先，想清楚到底要用什么办法来去打劫他们。2 hours later， 喂，大佬，已经两个小时了嘞，你有没有想到？叫什么？你有叫我想东西没？哇，老伟，我叫你去想怎么样去打劫这个金库，你在这么，你在看风景啊？哇，老伟，哇，浪费时间哦，惨哦，遇到这样子的朋友啊，真的是很假辣的哦，不懂要做什么东西哦。我们找一个地方停下来，哎呀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真的是，不懂要做些什么东西哦。不管了，抽个烟下先了，哎呦，放松一下心情，真的是不懂要 Trevor 到底是做什么东西哦，我叫他想，他在发梦哦，哎呦，哦，我看到一个新闻。
新闻？你看到什么新闻？我已经开了我自己的一个生活频道，明年将会开始上传影片，所以大家记得订阅哦。近来很红的那个鱿鱼游戏，它里面的游戏哦已经被洛神都承认了，所以每一个人只要你们说到要玩这个游戏，他们一定要玩，不然的话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哇哦，好哦啊！我突然间想了一个办法了 ，Trevor， 走，我们去衣服店，现在快点。去衣服店怎么？我又不缺衣服。你不要跟我讲你要我变那个小女孩啊！哈哈，没有错，我果然就是要你变那个小女孩，因为你的角色啦，变那小女孩是最好的啦，够 funny， 够好笑啊！快点，快点来换衣服。嗯，不好看，这件不好看，换另一套。嗯，这个啊。更加死了，不要换另一套啊，这套最好了，穿裙像女孩子这样，哈哈。来 Trevor 走，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地方跟他们玩一二三木头人了。 Oh yes， OK 啊 Trevor 到啊，底下就是啊，等一下你要做专业一点懂吗？ Hello 各位特种部队警察，你们好啊，我是 Michael， 后面那个是 Travel。 我们在运作警条不方便，请你离开。嘿嘿，不可以这样讲哦，洛神都政府已经说过了，只要有人一提出一二三木头要玩那个游戏，你们一定要配合哦，不可以讲不要玩哦，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哦。嘿，洛神都的政府真的是干了，来呀，要怎么玩？快点啦，我没有时间啦。好好好，不要紧张。来 ，Travel， 你转去后面，然后你要唱那首歌就可以了。到底是什么歌？我都不会唱。我老伟，你没有看那套戏的咩？那个我姑妈割鸡皮啊，送给他，就这样嘛，好吗？快点。我姑妈割鸡皮啊，送给他。喂，哦，有没有人动？哇，每个都这样厉害，不要动哦啊！看到了，你拿着枪了，你有在摇，你的手在整，哈哈哈。还有你，你也是，你的肩膀在被摇，不要以为我没有看到，快点，你们两个淘汰去旁边。这个游戏啊，如果淘汰的人是要半死的，所以你们要半死，快点啊，半死，对哦，哎，还有你也是半死，快点，快点，哎。我没有叫你开枪射我，叫你半死，哇老伟，剩下你们完全不可以动啊 ，OK， Trevor 过来，快点，哇，你们看这辆车后面真的很多金条哦，哇，爽，哎，快点快点上车上车，我们发达了，我们发达了，快点快点，好啦，各位警察们，我们后会有期啦，哈哈哈哈，我们走喽，哇老伟，这样子的抢劫方式真的是太容易了吧，哈哈哈。Travel 现在在后面一直向警方开枪，我这样子觉得很容易哦。你看这辆车是完全防弹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完全不用怕警方可以射进来，哈哈哈。OK 呀、啊，警察，市民们全部给我向一边，不要挡着老子的路。哇，老伟，我们快点冲去那个大路那边，快点快点，把我进来给我三粒星哦，派直升机过来追我、啊，没那么容易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很有经验的打劫银行高手，哈哈。你们要追我、啊、没那么容易，哈，那么多警察都可以让我跑到来高速公路，哈哈，这边警察你们完蛋了啦，我很快就要找到地方可以躲起来了，呜呼，喂，前面好像有一个路障耶，而且这个路障好像有一个很大只的那个女孩子站中间的，喂老伟，哦，哎哎哎，你们干什么啊，玩游戏啊，哎呀，学我们哦，嘿嘿嘿，Travel， 你看你看，这个机器人学我们哦，他学你，有点像你哦，你懂我要做什么吗？冲过去啦，你以为真的要阻止我啊？没那么容易啦，学我们玩这种游戏，你们傻要配合我们吧，哇，我们根本就不会这么傻配合你们了，傻的，哎呦，这笨笨的警察。好了，不用再想这么多了，我们直接把我们车子停在这一边，很快就可以避开警察了。啊，哈哈，太简单了啦，没意思啊。Oh no， 惨了，我的车忽然间停不到，喂喂喂喂，怎么这样子的？引擎开不到了，停下来。Oh no， 惨了，哎，别别，我跳车了。Oh my god， 哎嘿，哎呦，完蛋。我的筋啊，我的筋条跌进水里面，哎呦，为什么会这样的？糟糕，这是真是倒霉哟、哦！好的，各位观众们，感谢你们各位的观赏，记得还没有订阅 PSKGD 频道，记得底下订阅哦。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